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门徒的冯鑫朵。距离我们 N 队全新原创公演十支卷还有2天，这一次我将为大家呈现十支卷中六族之一的鸭族。这个族象征着十州的智慧和传统，而我演绎的歌曲《暗语》是一首非常暗黑的歌曲。然后，我的设定应该是就是白天是一个非常，有钱的这个国家的首富，然后晚上呢是这个国家的守护者，就是上夜班比较多嘛，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现状也是差不多的。5月10日，SH48 星梦剧院，敬请期待吧。